现在开始米格拉斯关卡3的组装。在组装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好所有需要用到的零件，准备好螺丝刀和钳子。首先，我们将螺丝22依次穿过所有的零件。我们将 S2 稍微的固定住。然后我们拿出钳子，夹住 S2。用螺丝刀将螺丝扭紧。关卡3完成。